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贵宾、诸位朋友，大家早上好。好，我们刚刚谈到夫妻和谐，夫妻当孩子的好榜样。好，那下一代就学到如何跟人和谐相处。而我们都很希望家能够和。我们看呢，这个和字常常跟谦虚和谦，跟恭敬和敬，跟爱字和爱放在一起，和善。所以这个和从哪里来呢？从爱人，从恭敬人，从对人谦虚，从对人起善心善行能够感得这个和字。我们古代的建筑它的门口我们曾经到西地宏村在安徽一些古的一些社区一些部落都还有这些古建筑古建筑的门口呢都刻一个扇子，代表提醒所有的人出门要行善。建筑物的后面还有棵叶子，这棵叶子是落叶归根，时时人能懂得不忘本。所以时时行善，时时不忘本，那这个人与人相处它就和谐。这个不忘父母的恩德，不忘祖先的恩德，也要不忘对方的夫妻彼此的恩德。有一位先生他就觉得他的太太有时候比较凶，他就很难过。刚好他了解到有一个人修养很好，德行很好，他就想去向他学习如何能够驯服他的太太，他想去请教这一个人。结果呢，他就到了这一个人的家门口突然发现一件事就是他要请教的这个先知的太太呢，比他太太还凶。他这个先知呢，被他太太骂得比他还惨。哇，他的心里就凉一半了。我本来要来请教他，没想到他比我还惨。就过了一会这个太太没骂了，他就进去对这个先知讲：哎呀，我本来要请教你没想到你比我还惨啊。这个先知笑着对他说的：所以有时候呢，我太太对我发脾气我也很想把她骂回去，可是我突然想到我的太太呢，居然把一生托付给我，她对我是何等的信任。然后自从嫁过来之后呢，她又照顾我的父母又一把屎一把尿把这些孩子拉拔长大，这期间不知道操了多少心，包含连这个小姑小叔这些事我的兄弟姐妹他都照顾到了。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太太，我才能无后顾之忧不用操心父母操心家庭能够尽心尽力发展我的事业。所以这个背后最大的功臣就是我的太太。我只要想到他这几年付出了这么多我气就上不来了。所以这个是时时怀着感恩的心那个冲突就不会产生。感恩之外呢，还要互相恭敬。
对方。而这一份恭敬啊，也要在生活的这些细节当中啊去落实啊。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啊，我们曾经啊，有一位孩子呢，他刚好跟他母亲呢、啊，坐在电视前面呢，看一部古装戏。啊，结果刚好演到呢，他的丈夫啊在朝为官，就回到家里，一进家门，这个太太在一旁伺候，赶紧啊帮他换上轻松的衣服，倒了一杯热茶，端到先生面前，很温柔的呢陪他坐下来，老爷啊辛苦了，赶紧喝口水。结果这个七岁的孩子看到这里的时候啊，突然对着他妈妈讲说，妈，他们不是夫妻。他妈就很惊讶，现在就是演夫妻啊，他们是夫妻啊。这个孩子说不像。好，诸位朋友，什么状况才像夫妻啊？他这么温柔伺候他先生，不像夫妻呢？什么样子像夫妻呢？在小孩子的心目当中啊，可能是小草天天有，大草三六九才是夫妻呢。啊，为什么大草三六九呢？因为发一次比较大的脾气啊，暴怒伤肝啊，身体啊受损，要调养两天呢、啊，才能恢复啊，所以叫大吵要三六九啊。而且哦，这个习惯了以后很麻烦哦，吵习惯了哦，突然有一天觉得哎全身不舒服，我今天还有哪一件事还没做啊，还没吵架哦，所以好的习惯要保持哦，不好的习惯要赶紧改掉吧。怎么才能够不吵？我们刚刚举了很多例子，能够以大局为重，能够常念对方的恩呢、啊。还有一点很重要啊，摩擦的时候啊，首先呢、啊，先反省自己，因为呢，我们体会一下，一个巴掌啊，拍不拍得响？拍不响啊，要怎么拍才会响？两个手掌都动了才会吵，所以人要吵架一定是两个人都动火气了才会吵，一个动了一个不动了、啊、慢慢他就吵不起来了，是吧？哦，所以啊，假如能吵架、哦、先不要说谁对谁错了，铁定都有错。所以成语说、啊、半斤八两，一般见识，好，能吵得起来的程度不会差太多。哎，所以有一对夫妻啊，相处很和乐，结果他们家对门呢、啊、是常吵架。所以从这一点呢、啊、告诉大家，风水是真的还假的？哎，住同一栋楼呢，只住对门呢，一对和谐，一对天天吵架。所以风水的根源在哪？在心啊，人心啊，善心啊，福地福人居啊，福人居福地，修养心地好哦，风水不好的地方住一年就变成风水宝地了，这真的哦。范仲淹先生修养很好，当时候人家在征地的时候，他把那个不好的地给他了，好的他让人家，他后代这么兴旺，到现在900多年了都还很兴旺。所以善人心能转风水啊，假如人心不善啊，住在龙穴半年就变成老鼠洞了那风水全部被破坏掉了。而说实在的，人都希求和谐跟幸福。大家有没有遇过有一个人，他到公司去，
他很高兴说，哎呀，我好高兴啊，今天跟我先生吵架真痛快。大家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没有吧？假如有，他可能要送医院去了。没有人喜欢跟人吵架的，都喜欢和谐的。而这一对常吵架的呢，看着人家这么和乐，他也很羡慕。有一天呢，这一位太太就去请教对方经验，就到他们家去了。结果进了家门呢，他就请教，哎，你们夫妻是怎么相处的？另外这个太太就跟他讲，我们家都是坏人，你们家都是好人。这个太太听懵了，我们家都是好人，每天吵架，你们家都是坏人，每天和和美美。他有点听不懂，皱着眉头，哎，你是不是在讽刺我啊？哎，对方看他的表情好像没听懂啊，就接着就跟他做个比喻。好，比方啊，在我们家刚好我给我先生倒杯茶，放在桌上，我先生走过去不小心啊，把这个茶给撞倒了。哎，我先生一看到呢，他马上就，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把你的好意啊给搞砸了。先生马上呢检讨自己啊，不小心了。我看到这个情况呢，马上给先生讲，哎，对不起先生啊，是我没把茶放好，害你给撞倒了，是我不对。所以彼此都是先想到自己不对啊，在那里抢，哎呀呀，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擦我来擦，两个人在那里抢抹布要擦桌子。大家有没有经验呢？夫妻为了抢抹布啊，要擦桌子抢到抹布扯破了，有没有？假如有哦，这一个家要兴旺了。夫妻任何情况啊，都是先反省自己。哦，老子讲一句话好啊，祸福相依。哎，福跟祸为什么是摆在一起的？今天看起来是福气，但是假如我们不珍惜，甚至于去挥霍，甚至于把家里人给我们的爱当作应该的，福就变成祸了。但是看起来是祸呢，我们都反省自己检讨自己，反而这变成了彼此互相检讨，然后看到家里的问题，进而携手去克服问题，这个福就来了。所以祸跟福啊，其实在人的一念之间。今天这个太太把孩子一些情况行为可能有一点偏颇跟先生商量，商量的时候呢，这个太太说，哎呀，都是我没有教好。这个先生马上也跟着说了，啊，你已经够辛苦了，是我没有多下一些功夫陪孩子。互相反省自己。所以老子中讲的，各自责天清地明啊，彼此反省自己啊，这个家很和谐。不止这个家和谐了，我们所处的团体都和谐。比方我们今天一个企业，领导者呢在办完一个活动之后，他首先上去了，哦，哪个部门哪个部门做得很好，我们很感谢这些部门的付出。而我呢，哪里做得不好，来反省自己啊，赞叹别人。哎，下一个同仁上来了，哎呀，老板已经做得很好了，哪个部门已经付出很好了，是我这个部门做得不好。每个人都查自己的不足，哇，前事不忘啊，后事之师。所有的人一反省啊，就把所有宝贵的经验积累下来，事情会越做越好。所以这个开会啊，就越开彼此越长智慧，因为懂得互相反省。但是假如开会的时候啊，第一个人上去了，第一个部门上去了，
哪哪哪做的不好，我做的最好。他指责别人了、啊，那第二个部门上去了，你也没好到哪里去，就互相指责了。那开会最后就越开越误会了，最后开成批斗大会，那就很麻烦。所以各自责天清地明了。好，所以这一位太太啊，讲到这个情况呢，接着又跟另外这个太太讲，同样这个杯子撞倒了，在你们家的情况啊，就比较不一样了。好，可能你先生一撞倒啊，好，被你看到了，你马上远远的就说了，你走路不长眼睛是吧？要喝自己去泡。哦，你先发飙了，你先生听了不甘示弱，你这个女人倒杯茶都不会，你还能干什么？哇，互相指责就吵起来啊，最后会吵到哪里去啊？可能就因为生活这些芝麻蒜皮的事啊，最后吵到去离婚都有。现在听说这三年之内离婚的人越来越多了，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啊，跑去要办离婚，结果那个办事人员看这么年轻就要离婚了，就问他们，你们两个是为什么要离婚呢？被这么一问啊，两个人互相看一看，哎，上个月是因为什么吵架的？因为什么小事吵架不知道，脾气一上来意气用事，我跟你没完，我跟你拼了。所以人要保持理智啊，掌握情绪啊，才能掌握未来啊。都是意气用事啊，没事都变有事，小事都变大事。而且这个意气用事的时候啊，把谁给忘了？把双方的父母啊都给忘了，把曾经彼此的山盟海誓啊给忘记了，也把下一代的幸福啊都抛到九霄云外了。所以人呢，提起这一份责任呢，提起反省呢，才能化解这一些冲突呢。好，所以孩子随时啊都以父母啊为他人生的一个借鉴。哎，他觉得父母常吵架，所以吵架才叫夫妻。而这一位母亲啊，听到孩子说不像夫妻啊，他也蛮警觉的，就觉得啊，原来啊，我的一言一行啊，都在影响身边的孩子。有一个父亲呢、啊，他也学的《弟子规》哦，结果他一下班回来啊，刚好才坐下，公司又打电话来，他一把电话接起来，公司那边又说又需要他再回去一趟。那因为他已经有学《弟子规》，还是比较敏感，因为他要发脾气，所以先看一下儿子在不在。好，儿子不在了，他就骂，你是干什么吃的，连这一点小事都要叫我回去。好，结果呢，隔天呢、啊，他回下班回家，他的岳母啊帮他照顾小孩，啊，他才一进门呢、啊，这个岳母、啊、走过来跟他讲，他说：“你儿子今天跟我讲什么话，你知不知道？啊，今天我煮饭给他吃啊，他吃了不高兴，对我说啊，那外婆你是干什么吃的？”学不好很快哦，一次就会了。他虽然看着客厅啊没有儿子啊，但是问题是有一句成语叫隔墙有耳啊。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自己要不讲啊，就不会有这个后遗症啊，随时都在影响。好，所以这一位太太啊，她看到儿子看电视讲的这个话呢，他也蛮警觉，但虽然警觉，有时候孩子呢不经意的会忽略。又有一天呢，他刚好接一通电话，刚接完了，他一把电话放下来，他儿子在旁边就接话了，
说妈，刚刚一定是爸爸打来的。他听得很惊讶，奇怪了，儿子为什么一听我讲话的声音呢，就知道是爸爸打来的？可能啊，他自己思考了。那个，假如是一般的客户朋友打来的，语气都非常亲切热情。哎呀，跟你聊天真愉快，改天一起喝咖啡，拜拜。这个是客户跟朋友。但是呢，跟先生讲的就不一样了。跟先生讲的就是，好了，你有完没完，不跟你讲了，啪，挂掉了。所以对先生讲话不恭敬啊，孩子马上从听话当中就可以判断是爸爸。所以这也在影响孩子。结果当天啊，他先生又打来，他就特别警觉了。所以啊，一看到先生的行动电话号码，马上先调整一下心情，深呼吸三次，然后把他接起来。喂，请问您找哪一位？他先生听完说，对不起，我打错了，把电话给挂了。结果又过了30秒左右啊，电话又响了。当他接起电话呢，他先生判断确实是他，在电话那一头说了一句话，真的是你吗？好，这位朋友，我们听话哦，不只要听言语哦，还要听到什么？听到心声。真的是你吗？背后的心声是什么？哦，我给大家翻译一下，那个心声的意思就是，我的太平日子真的到了吗？哦，真的，我们所以有一个太太啊，她上了课以后呢，也反省自己啊，觉得自己对先生很多态度不是很好，她就上了2天课啊，就先发了一个短信啊，给她先生，给她先生讲，我说我现在啊在接受老祖宗的传统文化教育。所以从今以后啊，我会改邪归正，断恶修善，重新做人。给他先生发过去哦，结果很有意思啊。这个女士给我们讲到呢，她说她发过去的时候啊，她就已经想到了她先生会发什么短信过来。你看，夫妻其实哦，都是心有灵犀哦，会通。结果他先生真的发什么来呢？他先生发过来的短信是这么写的：太太，你的意思是说你以后不打人不骂人了吗？哦，所以他看的时候就很惭愧哦，跟他想的一样，他先生确实是写这样的。接着他就说，以前呢，都是我不对，请你原谅，又发过去。结果他这一次发过去啊，他心里没底了，他不知道先生会发什么过来啊。结果过了没几秒钟啊，他先生发过来，他先生就说了：太太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带你去买衣服。哦，所以哦，幸福太平的日子哦，念头一转，可能就来了。所以刚刚我们一直提醒，不忘初心啊，走入婚姻是要给彼此幸福的，哪是要给彼此痛苦的。好，所以我们刚刚啊提到这个夫妇的和谐啊，是整个家庭和谐的核心啊所在的。而我们老祖宗的教诲啊，特别注重啊找到根本。我们今天希望家和谐，希望齐家，
在大学里面告诉我，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首先修养要好啊，才能够感动家里的人啊。好，我们今天自己做得不好，要要求家里的人，人家心里不服啊。人家觉得你自己都做不好，还能够要求我。所以孔子强调啊，正己而不求于人，先要求自己而不要求于别人啊，则无怨，人家才不会啊埋怨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共聚啊，大家一起交流两天啊，中华传统文化的课程啊，每一个道理啊，都要先要求自己。哦，不能呢，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啊，心里想，哎呀，怎么没把我先生拉过来？他最需要听。哎呀，怎么没把我媳妇拉过来？他最需要听。不能两天下来哈，所有的人都需要听啊，只有一个人不需要听。自己不需要听，那就麻烦了。那就学完以后，全部的道理都是去要求别人了，那这个也合家也合不了。我们学传统化，学《弟子规》，学到嘛，走到哪里啊，人家把我们当瘟神。哦，瘟神大家知道吗？啊，就是煞死。就是这些病毒又来了，就是流行性感冒嘛，就好像就一看到他说哦，那个学传统化《弟子规》的又来，他又要说人家哪里不好哪里不好，所以学到最后，假如心态不正确，我们走到哪里一坐下来，人家就站起来，啊，对不起，我要去上厕所，就走了。所以我们诸位长辈朋友，大家交流完这两天的课吧，都是要求自己的，可不能回去啊，看到你先生桌子一拍，我告诉你哦，我可是去培训过两天传统文化，从此以后家里的事都要听我的，哇，那家里的人就很难接受了，甚至于啊，我们以后就不敢来养家了。很多男人就说：“哦，我太太就是听了蔡某某讲的话，就变得越来越过分了。哦，这逼得我很难过。所以，假如是都回去要求家里人啊，那以后我们不敢来，因为怕遇到一个很壮的男人。然后他说：‘你是不是蔡女婿？’我一看他凶巴巴的，我说：‘不是，我是他弟弟。’”结果他还把我们家调查得很清楚，他没有弟弟，只有两个姐姐。好，我说我是他堂弟。应该啊，让我们所有家里的人对传统文化有信心的，来自于我们的德行，来自于我们的改变。我们学了以后啊，从自己先改起，让家里的人如沐春风。让家里的人竖起大拇指，学弟子规好啊，学传统文化好，自然家里的人学习就水到渠成了嘛。好，所以大学里面告诉我们，修身才能齐家。那修身要从哪里做起呢？要从改自己的坏习惯开始。就是大学里面讲的要格物，要不贪不嗔不痴不慢不疑。我们一贪心了，计较了，这个家怎么和，家怎么起？好，我们脾气特别大了，这个家就不能起了。好，我们很傲慢了，对方就很难过了，这个家就起不了。我们处处怀疑对方了，这个家也不能起了。所以先要啊，把贪心，把傲慢，把坏习惯，把这些怀疑他人的心啊，要去掉，才能跟家里的人啊和睦相处。好，所以我们看《弟子规》当中说到，
财物轻，怨何深？言语忍，忿自明。告诉我们不要计较钱财啊，而且也告诉我们呢，不要乱发脾气，言语要温柔啊，这样才能够和。而我们今天呢，谈到这个钱财啊，事实上，大家想一想，钱财是不是贪心贪来的？钱财是不是跟家里人争来的？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呢，请问大家有没有看过啊？哪一个家庭因为兄弟一直在那里争财产，最后越争越兴旺的，大家有没有看过？有没有？一个都没有了。可是很奇怪呢，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学着要争？所以很不理智啦，都受到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了。一争呢，家里就失和了；一失和啊，钱财留不住了。人才也培养不出来，所以上一代争了，下一代争得更厉害。我们留心看哦，现在报纸当中打开来，父子相争、兄弟相争呢，越来越多了。而曾国藩先生呢，他在他一生接触过这么多的老百姓，他说到呢，一个家族啊，能够绵延八代十代不衰，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孝悌传家，它一定有孝道传下去，八代十代都不衰。所以真正要有福报啊，一定啊要靠孝悌传家，要靠勤俭传家，才会有福报。而且那个争了之后啊，争的钱财叫什么之财呢？不义之财。不义之财啊，很不容易留得住哦。我们前几天呢，才听到一个例子，就是香港有一个富婆啊，首富啊，结果呢，她的先生呢被杀害了。留了一些财产，结果这个他已经很有钱了，他还跟他公公婆婆争财产，结果后来还真的让他争到了，争到以后没多久他得癌症，然后几个月他就死了。哇，我们看他这个贪心止不住了。我们听到这个例子啊，都觉得心里很痛。痛在哪里？痛在人的贪心贪利啊，让他的良心啊整个都被蒙蔽了，蒙蔽到先生去世他没有任何痛苦，蒙蔽到呢为了钱他体恤不到他公公婆婆丧子之痛。所以老祖宗教我们要重义轻利啊，要重道义啊，不能重钱财啊。所以这个不义之财啊，不可取啊。而人能够啊，这个富贵一直绵延下去，这个财富真正的因啊，在乐善好施。所谓福田呢，靠心耕。我们首先呢去贪呢，放下这个贪呢要明理。我们有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人呢，他能够呢看事情啊有前后眼。第一个，他能了解到呢，我这一生事业为什么会好，
因为我祖上积德，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他懂得他这个福报还是受到祖宗跟父母的庇荫。再来呢，他能看到未来，他会想到的是呢，今天我能赚到很多钱，不代表我的孩子以后也能赚很多钱，所以我要培养他勤俭的态度，不然哦，留越多的钱，孩子没有德行，反而害了孩子。我们现在看了很多地区啊，有钱人的第二代啊，真的不把钱当钱看，花得非常凶。那他这个奢侈的习惯呢，是父母给他养成的，所以爱之啊，不用正确的道理，反而是害了孩子。所以真正爱护孩子是懂得养他的善心，懂得培养他勤俭的态度。他一节俭了，他以后的人生呢，他懂得怎么操持他的家庭。有一个孩子19岁，父母很有钱，结果常常都在外面玩了，没有回家。有一天他进门给他父母讲说，爸妈，今天晚上我想跟你们一起吃晚饭。这爸爸妈妈听了很高兴啊，儿子不知道多久没有回家吃晚饭了，今天这么好啊，想找我们两个老的谈谈话。父母很高兴啊，准备了晚餐，等孩子来一起吃。结果到了吃饭时间呢，这个孩子呢，带着一个女子啊进来了，19岁的孩子哦，带着他女朋友进来了，然后坐下来就对他爸讲说，爸，我女朋友怀孕了，我们要结婚。然后呢，拿出一张单子，我们要结婚了，爸，你去准备好这些东西，一台车子，一栋房子，还有哪一些我都写好了，你赶快准备好。这个父母本来是满怀欢喜要跟儿子吃饭的，结果拿到这一张清单了，你说他是办还是不办？孩子他奢侈习惯了，所以啊，这个勤俭太重要了。勤劳的人他知道啊，付出不容易，习劳啊，他知道感恩，他懂得珍惜家里人的照顾，因为他自己也去服务了。而这个习劳呢，他的能力啊，也不断在提升当中，他也很有自信，他走到哪里啊，他都帮得上忙。因为在家里懂得不断付出的人，他处事的能力跟做事的能力啊，就在家庭当中不断提升起来。刚好呢，有几对朋友聚会啊，他们都带着彼此的另一半来聚会，五六对夫妻朋友啊聚会了，结果他们的小孩就在二楼，小孩子自己玩，结果突然听到啊，楼上有一个杯子掉下来摔破了，锵很大声啊，这几对夫妻啊就赶紧往楼上走，看到呢有一对啊兄妹看到那个杯子打破了就很紧张，然后就一直在那里喊 Mary 啊 Mary 啊。 Mary 是谁呢？他们家的佣人。他遇到这个情况呢，只会叫佣人，他不知道怎么处理。结果那一天 Mary 又没有来，叫半天哦也没用。但另外一对夫妻啊，虽然经济程度也不错，但是呢从小让孩子自己做家务，他很有应对处理的能力，所以这个另外一对小孩哥哥赶紧啊走到阳台去了，找扫把，找这个
笨斗，然后妹妹呢就赶紧进厨房拿抹布来擦。我们看到两对小孩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反应截然不同，一个从小享福都是用人在做，一个是从小能懂得帮忙父母做家务，所以这个差异啊整个就很大。而且呢，假如他不懂得勤劳，不懂得去付出的话，他接受别人的给予啊，他都会觉得是理所当然。他求你十次啊，你九次都给他了，一次没给他，他就翻脸了，他就生气了。好，所以这个勤俭呢，也是家庭教育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好，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财富啊，还是从乐善好施，大富由天布施来的，小富由勤勤俭来的。好，所以我们有没有把握呢？孩子他以后的人生家庭可以经营得好，他假如勤俭了，我们就有底。而且人的福啊是靠心根的，那我们的孩子有没有形成知恩报恩的人生态度？报恩是福田，恩田悲田敬田，他念念呢能想着父母祖先的恩，这个人有福了。他念念能看到别人的痛苦需要，他有慈悲的心了，这个人也有福了。他能够恭敬师长，恭敬长者，以至于啊恭敬每一件事，他很负责任，还恭敬每个物品，很惜物，这个人也有福了。越勤俭的人呢，他的福气越大，而越奢侈的人呢，他本来可以活80年，因为他把福都花完，可能他60岁了就没命了。所以有一句话呢，老祖宗留下来的话叫物尽人亡，你把自己的福报都花完了，你命也就没了。所以我们冷静去看呢，越奢侈的地方啊，那个地方的灾难越大。这个在历史当中啊都有提到，有一个地方啊，它刚好啊第一年的时候遇到啊旱灾，而他们那个地方的位置啊特别高啊，他们那个地方刚好有水利工程，所以他们就不受灾，其他附近都受灾。但是呢，父母官申请下来就给他们免今年的赋税。第二年呢，发生水灾，他们那个地方地理位置又高，其他的地方又淹掉了，结果父母官又报呢，他们又减税，所以他两年呢都没有受灾，而且又不用纳税，一下子这个地方啊就富有起来了，然后其他地方啊就很穷，就变卖东西啊都被他们这个地方买了，而且赚了好几倍。但是这个地方就开始奢侈，花钱很凶。那有一些读书人啊，他很明理啊，就说到了这一个地方啊要赶灾难，结果说没有多久啊，火灾、水灾、瘟疫啊，就在这个地方发生了。所以我们看呢，现在很多西方国家，它非常奢侈，甚至于花钱都花到呢后代好几代的钱上面了。其实这一些都是在我们华人世界里面是看不到的，都是为子孙着想啊。哪有连子孙的钱都拿来花的道理？
这个都是反常的现象啊。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啊不贪，家里啊能够和谐，不嗔，不发脾气能够和谐，不傲慢家里才能够和谐。而这个谦虚啊非常重要，因为呢，比方说我们兄弟姐妹在一起，哎，可能父母啊就会说到的哦，这个某某儿子啊事业有成啊，就称赞这个儿子。这个时候，假如我们是大哥，我们听到妈妈在称赞，能够马上说啊，弟弟啊也有什么优点，妹妹也有什么优点，这样整个气氛呢就非常和乐。啊，假如父母称赞我们呢，我们还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啊，兄弟姐妹都会觉得很受到我们的压迫。啊，这个我很有感受啊，因为我姐姐的成绩很好，我的成绩就比较差，我就感觉常常都有压力。啊，但是呢，这个姐姐啊，从来没有用成绩来压我。所以我们在古代啊，兄弟姐妹啊，家族的人一聚会的时候啊，都是按照辈分做，那很有意义啊。因为按照年龄辈分做的时候，纵使我们今天很有成就啊，但是呢，我们在坐在那个位置的时候，都会想到哦，某某叔叔小时候照顾我，哦，某某堂哥小时候帮过我，都是用谦卑感恩的心啊来对待自己的家人，而不是有钱之后呢，有地位之后呢，拿着这个成就去压迫到家里的人，这样就很不好了。哦，所以这个谦卑恭敬啊也是很重要。好，我们修身呢，啊，然后能够齐家，而这个齐家最核心的呢就是孝道。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话叫百善孝为先呢，啊，有了孝顺呢，这个整个家庭气氛呢就很不一样，很和谐。啊，我记得有一次刚好我们要坐飞机的时候，旁边坐的一个老太太跟老先生，那个时候已经是春天了，但是他们衣服啊穿的很多，刚好这个老太太好像安全带的用的不是很习惯，我们赶紧啊帮她把安全带系好。系好之后，我们就问老太太：“老太太，你穿这么多衣服啊，不热吗？”这个老太太说：“不热，不热。”接着他就说了啊，他就把最外面这一件衣服啊啊拉起来，他说这一件呢是我儿子买的啊。讲完呢，他又把衣服翻起来啊，指第二件，他说第二件呢是我女儿买的。接着呢，他又翻起第三件啊，这第三件呢是我媳妇买的。我们听到他谈的过程当中都可以感觉到他的喜悦啊，他的这些晚辈都很孝顺啊，所以告诉大家，有一种衣服啊，是冬暖夏凉，穿再多不热。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衣服是什么牌子的？孝心牌的，冬暖夏凉啊，大家记得买这个牌子的衣服。结果老人家呢笑容洋溢啊，很高兴。接着我们到站的时候啊，老人很亲切，哎，要不要我们送你啊？我们说不用了不用了，我们也有人来接啊。结果这个老太太讲，我的儿子啊，我的孙子呢，他们一定会来接我啊。所以老人呢比我们先走出去，我们看着他们的身影啊，他们一走出去了，虽然我们看不到他了，突然听到很响亮的小孩的声音啊，喊着奶奶奶奶爷爷爷爷，我们心里想应该就是他的孙子跟他的儿子媳妇啊来接他了。所以孝道传家，家庭啊和乐。
而为什么我们老子中讲呢？百善孝为先。好，因为啊，这个孝心一开啊，百善都接着开。好，我们可能面对啊现在的家庭，还有现在的社会状况，有些人会觉得担忧，这个世界啊会能够和谐，能够越来越好。诸位朋友，您相信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好吗？哦，要有信心哦，信心是成就一切事情很重要的基础。我们相信啊，这个社会啊会越来越好。为什么呢？人之初，性本善。只是他没有好的教育啊，狗不叫，性乃迁。有好的教育，一定教得好。我们曾经啊，到监狱系统，海南省监狱系统啊，去教导这些服刑人员。哎，这些服刑人员都已经是犯了错的人哦，结果教了一两个月之后转变很大，他们都能教好，怎么一般的人会教不好呢？这一些干警就讲到啊，这些服刑人员刚学的时候啊，还没学以前呢，打电话回家都是要钱呢，啊，你马上给我下次带多少钱来，就挂掉了。结果学了以后，良心发现，打电话回家，妈，你最近身体怎么样？爸，你身体好了。结果呢，那个老太太说，你不是我儿子，要把电话挂了。我儿子不可能讲这种话，要把电话挂了。结果都有干警监听了，了解他们的心理状况嘛，赶紧这个干警啊就说了，老太太真的是你儿子啊，把儿子的孝心唤醒。还有一个老先生呢，到监狱去看他儿子，结果他儿子啊看到他父亲来了，跪下去给他父亲磕头忏悔啊。结果他父亲吓了一跳，就对那些干警讲，你怎么把我儿子教成这样啊？哦，哎，给他磕头，他还觉得不好啊。他说：“我儿子怎么变成这样？说这样不好吗？”他说：“我儿子已经很好了。哦，我住的那个地方哦，很多儿子都打他父亲啊，我儿子不打我，他已经很好了。”大家看哦，人不学这个传统文化，做人的标准怎么样？降得吓死人了，降得太低了。居然父母现在的标准是儿子不打我就好。那假如我们这一代是这个标准呢？请问下一代变成什么呢？下一代就是啊，我儿子不杀我就好了。所以这一些做人的标准呢，它是不能改变的，它是亘古不变的。我们常常讲啊，社会在变。问题是我们在变当中啊，有没有抓到不变的原理原则？比方说我们从事事业，事业能成功最重要的就是信义，这个是不变的原则。不讲信用啊，迟早事业会出问题。我们看我们现在桌上摆的这个矿泉水，就是得到社会大众的信用，他的事业才能做得这么好，这个不能变啊。孝顺恭敬这个也不能变啊。所以我们如何不随波逐流，一定要把这些做人呢搞清楚，怎么样把这些最正确的做人做事道理交给我们的下一代。好，我记得啊，我小的时候一到吃饭时间呢、啊，都是我去叫爷爷奶奶吃饭，而且都很清楚了，爷爷可能在哪里下棋，
是在土地公庙还是在元帅庙，都比较有默契。而且啊，远远看到爷爷好像阿公吃饭哦，爷爷吃饭了哦，当我叫爷爷的声音传过去的时候啊，很有意思，旁边的邻居听到了都露出笑容，他们看到人家祖孙和乐啊，他也很高兴，所以天伦之乐啊，每个人都欢喜啊。所以爷爷牵着我啊，诸位朋友，对，抱歉了，我要回家吃饭啊，就带我回去了。而回到家呢，都是我们先请爷爷奶奶做，然后盛饭给爷爷奶奶吃。爷爷奶奶动筷子了，我们才动筷子。所以《弟子规》告诉我们，或饮食，或坐者，长者先，幼者后。什么是做人的道理？就在这些生活的细节当中。吃什么东西都先想到老人，都先想到父母。这是20多年前的情况哦。结果现在这个礼貌恭敬不传了，哇，麻烦了。现在谁叫谁吃饭？现在是爷爷奶奶叫孙子吃饭了，所以现在都倒过来了哦。以前的孝子是孝顺父母叫孝子，现在的孝子是孝顺儿子女儿叫孝子。好，我们帮儿女做牛做马哦，他还真的把我们当牛马。所以反过来了，爷爷奶奶去请孙子回来吃饭，所以这些不能乱改啊，改了就完了。请回来了哦，他还不乖乖吃哦，还得爷爷奶奶一口一口喂他，然后他吃一口就跑50公尺。所以现在当爷爷奶奶不容易哦，还要先去培养马拉松赛跑的能力，好，先培养好体力才能照顾小孩啊。而我们印象当中呢，家里有长辈来了，长夫人急待叫啊，都赶快迎上去啊，叔叔你好，阿姨好，您先坐，我给你倒杯茶啊，你要找我吗？我赶紧去帮你叫，都是这样学的。结果现在的孩子呢，看到长辈叔叔阿姨进来了，他连站起来都没站起来，他只有头这样转一下看着长辈笑一下，继续看他的电视，没礼貌了，没礼貌的孩子没福了，哪有福啊？诸位大老板，你们会用一个连叔叔阿姨来都不接待的人，你会用这样的员工吗？会不会用？不会用啊，他连恭敬都不知道，连应对进退都不懂啊。结果我跟很多家长讲到这个例子了，他们居然说，哎呦，他还对你笑不错啦。哦，我们这一代降到能对你笑就不错了，那请问大家在下一代变成，在下一代就变成小孩子坐在那里动都不动，脸头都没转，要叔叔阿姨走过来，小朋友好，你要不要喝茶，我帮你倒。告诉大家，下一代假如变成这样那就不像人了。人假如不像人老天爷就要把人收回去了。所以尚书里面告诉我们，做善降之百祥啊，做不善降之百殃啊。人心都不跟伦理道德，不跟仁义礼智信相应啊，灾难就跟着来。所以要化解这个灾难，我们往后几位老师都会就这些道理跟大家再交流。好，所以我们为人长辈要能成就孩子的德行人格，首先我们得要很清楚正确的做人做事在哪些方面，最重要的这个孝道了。
而我们刚刚讲的百善孝为先呢，这个孝是做人的根。悌忠信，做人的本。礼义廉耻，是做人的枝干。我们老祖宗啊，都很能够在天地万物当中体悟到做人的道理。仁爱和平啊，是人生的花朵，所以得从根开始。大家注意看，这个是八德啊，有两个说法，把它合起来，就是这十二个德目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请问大家，我们思考一下，只要这十二个德目都能够真正的融入每一个人的心呢，都能这样去处事待人呢，请问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一个家庭里面有孝悌，这个家就和了。企业团体当中讲信用、讲敬忠，这个团体就凝聚力就很强了。哎，在社会当中，每个人都讲礼义廉耻。我们现在看政治最严重的贪污问题啊，或者团体里面也怕贪污啊，有廉耻他就不贪污了，有礼了人互相恭敬就不冲突了，有道义了人就不互相争夺了。然后又能够对不同的种族、不同宗教都能仁爱的心对待，仁爱和平，国家跟国家、团体跟团体就和了。所以人心只要跟这十二个德相应了，所有的问题慢慢都能迎刃而解了。它不复杂，老祖宗这个八德啊，放光明啊，只要我们肯去做，只要我们肯去教下一代，这个社会风气很快能够转变过来的。哦，好，但是我们看呢，其实这个孝开了，这些德行呢，百善就跟着就开了。所以教孝啊，太重要了。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个人有爱兄弟，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他有孝心的，一定懂得有爱。我曾经听一位老人家讲，他说他最欣慰的是什么事呢？就是啊，他本来想呢，要把他留的这一些财物啊，要分给他的孩子。结果分给大女儿的时候啊，这个大女儿说，给弟弟妹妹就好了。要分给二女儿的时候呢，这个二女儿说，给弟弟跟姐姐就好。分给小儿子的时候，那个小儿子说，给两个姐姐就好，我不需要。哦，所以父母啊，听到这样呢，是他最欣慰的。为什么？因为老人家他可能百岁之后啊，他能理解到呢，兄弟一定会互相帮助，他就很放心了。所以能体恤父母的心的人，一定兄弟有爱，这是悌。忠，一个人对父母都不尽心尽力了，他怎么去对别人尽心尽力？所以这个忠从哪里来？《弟子规》当中说的“亲所好，力为具”。父母他希望子女学习好，希望子女有德行。子女就尽心尽力啊，去满父母的愿，这个敬忠从这里来的。信，《弟子规》当中又告诉我们，
父母命行勿懒，答应父母的事情赶紧去做，绝对不拖延，对父母守信呢，进而对一切的人守信。我们现在有一个颠倒现象，对客户很守信，对父母不守信。父母交代的是一忘再忘，客户交代的是从来没有忘。告诉大家，那个守信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个守信是对钱守信，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守信。好，我们看礼义廉耻，对父母礼貌，父母呼应勿缓。你看这些德行啊，都很自然的从孝道当中流露出来。对父母讲道义，我们看古代的人呢，父母都已经离开了，常常念父母的恩，常常想着呢还流眼泪，甚至有好吃的呢都是很遗憾没有能让父母吃上。这种义啊，连父母离开了都还，这种情义都还在。弟子规说，物虽小勿私藏，苟私藏亲心伤。从小啊不会乱贪一些东西，不然父母会伤心，这个是廉。羞耻，德有伤贻亲羞，他有孝心的，他不敢以言行啊羞辱他的父母，所以他有羞耻心。我们最怕呢就是人家批评我们真没家教，那就变成我们的行为侮辱了父母。所以一个人的羞耻心啊，也是从孝心当中啊延伸出来的。包含一个人跟人啊仁爱和平相处，他首先能爱父母啊，他才能爱别人。我们看这个人想到自己啊，就想到他人，这仁爱。弟子规里面讲到的，冬则温，夏则静。他对父母是体恤备至，进而这一个心境内化了，他对一切人也体恤备至，而且和气。弟子规当中告诉我们，亲有过，见识跟父母有不对的地方啊，非常恭敬的劝谏啊，怡无色，柔无声。我们从这里都看到，这些和平，这些态度啊，都是从孝当中啊，很自然的提起来的。好，所以找到根本啊，要把家道呢，要把社会能够啊转变过来就不难了。好，而且啊，这个是顺着人性的教育，父子有亲啊，是天性。所以这个是事亲啊，人在一个家庭很自然的环境当中懂得孝敬父母。他面对家族里的长辈啊，他懂得敬长。踏入社会了，这个呢，他懂得事君。侍奉领导者，礼义廉耻，跟人相处。最后呢，他对待一切的人，弟子规讲的凡事人皆须爱，他懂得爱众。我们这一代人啊，花了很多时间教孩子，为什么没有教出很好的效果？这个根没有找到。包含我们教育，在学校教育孩子呢，都把目标定得很高，仁爱和平，却没有从根呢教他，这效果都没有出来。学历都很高，但是不懂得做人。所以我们看整个世界啊，都很强调呢民主政治，政治啊它是其次，人有没有懂得做人啊是根本。要把人教好才行。所以我们看民族主义啊，要把民族团结起来，首先他要先爱他自己的民族，孝悌忠信的精神
才能团结民族，要有礼义廉耻啊，他才能落实民权的精神。有仁爱和平的存心，他能重视社会福利啊，这个民生主义。我们注意看这个礼义廉耻，是民主政治很重要的修养。今天假如他没有这个礼义廉耻的态度啊，他到国会去啊，会跟人打架，无理啊。然后呢，他选上之后都是谋自己的私利，他无义啊。然后他不知廉耻，他又贪污，所以民主政治啊，最重要的还是要把人的道德要树立起来，才能好。我们全部都花时间在制度当中，那个制度其次啊，人的修养才重点。所以整个八德啊，其实就是建立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不离开啊这五伦八德的道理。而且这些道理啊，每一个人都能够做。我们看在中国大陆，胡晓玲董事长，他修身了，他齐家了，他的企业成为整个中国的榜样，影响千千万万的人，是不是在利益国家？而且这个经验呢，又传到了世界各地有缘的地方，是不是在平天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把家庭经营好，把企业经营好，都能成为社会的榜样啊，这一生很有意义啊，都在利益民族，利益社会。每一个人呢，都能经营这样的人生。好，所以整个我们回到了这个孝心啊，人心的根本问题啊，其实问题就不是很复杂。我们看，有了孝心，就有仁爱的心。有了仁爱的心啊，人彼此互助、互爱，慢慢的迈向和谐大同。现在的社会为什么充足多？因为自私、自利了，变得就是竞争。竞争提升了，变斗争。斗争再提升了，变战争了。那战争再提升变什么？那这个就很难想象了。而且啊，老祖宗还有一句话叫哀莫大于心死，有没有比死更痛苦的事情？有，就是假如一个家庭当中孩子都不孝顺了，父母过的日子啊很苦。所以现在呢，这个竞争跟斗争呢，不只是团体团体之间呢，国与国了。现在谁跟谁竞争斗争呢？假如不教育啊，连孩子都跟父母告上法院了。所以我们看呢，其实整个社会问题啊，它也在这个一念之间。我们懂得教育下一代孝的仁爱的，就是往这个方向走，而不是往这个方向走。这样的社会其实我们小的时候都还感觉得到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哪一户人家结婚了，整条巷子的人都去帮忙啊，互助互爱啊。大家记不记得 这种景象？我记得小的时候我还当过花童呢。大家看得出来我小时候还挺可爱的嘛。哪一户人家做什么好吃的，通通拿出来送给其他的人家，出门都不用锁门的，敦亲睦邻啊，
互相照顾了。结果现在不教育了，连住在大楼里面，连对面的人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传统的德行再找回来，其实离我们还不算很远。好，而很多家长也很关注孩子的学习问题。其实啊，孩子只要有孝心呢，他就有学习的动力，而且他这个动力是一辈子的。我父母那一代呢，他们感觉到父母很辛苦了，所以不让父母操心了，读书都是自己主动努力的。而且不止了，读书不用父母操心，连组织家庭了也不让父母操心啊，都教育好下一代，夫妻和谐。再来呢，事业也不让父母操心，所以这个孝呢是根本解决的孩子一生的责任心，一个努力的动力。现在的孩子没有责任感，就是他的孝心跟责任心还没有开启。孝心一开启了，他的学习就非常主动了。而我们现在的用的方法都只看眼前，没有看到这个根本的动力。说好啊，那就反正他这一次考试考好就好了。其实今天他这一次考试考好了，是因为我们给他钱了。那请问下一次他考不好好？哦，可能下一次哦，你给的钱太少，他不考了。他挂一个白布条写着抗议哦，是吧？今天我们把他真正送入的大学了，问题解决了吗？得从他的善心啊、责任心去看啊。把他送入大学了，好，我反正我读大学是读给你看的。结果进了大学，他又没有责任感。现在听说大学叫 university 啊，大学生说有你玩四年。请问大家，你的孩子去念大学，你有把握他不堕落的，请举手。那我们把孩子送去大学就解决问题了。再来，真正他大学毕业拿了一个大学证书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们得看远哦。他大学毕业了，哇，他不找工作，在家里打电动玩具打一整天，然后父母在那里操心，还得出去帮他找工作。然后找好了，千拜托万拜托，儿子啊，你去工作一下吧。啊，那个儿子说：“好吧，给你面子。”结果去了一个礼拜回来了，爸，我把老板 fire 掉了。你拿他没办法，他没责任感。好，工作你要操心，再来，他假如结婚了，你更操心，生了三个孩子全送给你。他不养，所以啊，我们这个算盘要会打，要看得深远，不然老年啊，真的会越来越多事情啊，越来越苦啊。所以这个孝啊，真正能让家庭和谐，让社会和乐，让整个民族啊兴旺起来，都靠这个孝道。而这个孝道要教给孩子，最重要的还是以身作则，因为啊，孝是每个人本性里面本有的啊。只要我们能真正做出来，自然孩子看了会非常感动，进而就会效法。好，那最后啊，也祝福啊所有的长辈啊，所有的兄弟姐妹啊，朋友们啊，家庭和乐，身体健康。好，谢谢大家。